我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用阿叔的身份来威胁他。你什么意思？阿叔的身份？阿叔是我的女儿，我绝不允许她跟陆家有任何瓜葛。你之前不是一直希望我反击吗？怎么这回对她犯规一点也不了解？善良限制了我的想象力，借着别人的大动静搞自己的小手脚，性价比最高，伤害最大。真有他的呀！如果能早点恢复你原来的身份，你就不用违心的做这一切了。秦家对我有恩，那也不能是让你牺牲一辈子幸福的理由。现在你是时候做回自己了。你不是我的妹妹，我们都需要正视你的身份，这不该成为被别人利用的把柄。你和秦小姐的婚事那是大事，这也一直是我们陆家的重中之重。八字都没有一撇的事情，你们陆家也太自以为是了吧。毕竟爷爷还是觉得订婚这件事啊，定得还是太着急了。订婚？我对阿叔是真心的。阿叔如果不是我的女儿，你会喜欢她吗？之前被你弄得面目全非的，现在呢又被你盯上了。我说你们陆家的男人就不能换个人祸害吗？